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0年。4月4号，黄奶黄奶，20:50，总排六四。俄罗斯普悠玛已经跑掉。第2042次进入，开往7朵7千块。那下面跟马掌门坐电木大机旁边。20:59，8:57。进入三杠彰化的15次。哇，的 PP 之江哈。从下面一个马掌门都在电木大机旁边。15次，两个字再见。